亮的蝴蝶呀。嗯，软妹妹，你说什么？那个文人姐姐，我去那边看一下，马上就回来，你们不用等我。啊，这儿危险，软妹妹。发生何事？软妹妹好像说她要去捉蝴蝶，可是这儿不像会有蝴蝶的样子。不行，我得过去看看。还是再下去吧。也好，那你们快些回来，可别走丢了。阿离，你也没看到。嗯，难道跟丢了？奇怪，真的不见了。嗯，好可惜，还以为能仔细看一下呢。阮姑娘，你在找什么？咦，怡泽跟来了。刚才我看到一只蝴蝶，花纹可稀奇了，我从来没见过。嗯，对了，你看到它了吗？蝴蝶。此地恶浊之气甚重，并不适于虫鸟栖居。你果真看到了蝴蝶？真的，我真的看到了，阿离也是。那我帮你找找看，他往哪个方向去了？嗯，他一下子就不见了，我也没看清。嗯，哎呀，算了，我本来也没想着捉他，他在这儿自由自在的，还是别打搅他了。来，这个给你。这是冰做的蝴蝶呀，它还会动呢。我抽了些为自己的灵力凝成这只幻蝶，你拿去玩吧。也就是说，这是怡泽的灵力变成的。你要是不喜欢，变只小鸟如何？谁说我不喜欢呀，我可喜欢了。它上面还有怡泽的味道，香香的。这个，你喜欢就好。咦，怡泽，怡泽，刚才我看到的就是这种。危险，闪开！啊！怡泽。这些是什么呀？到我身边来，别怕。何方妖人，还不现身？于烈火中，于铁盒上，在永无终结的暗夜里，愿神诱护我的归途。WT 在想什么啊？嘿，看看我的宝贝骨蝶找着了什么？怎么只有你们两个？雪衣的徒弟呢？你是那个刘月城的？我乃刘月城贪狼祭司风雅。两位别来无恙吧，很好很好。喂，雪衣的徒弟到底上哪儿去了？此人不弱，你可有法子脱身？你不走，我怎么能走？孟章灵氏，黄黄旗。啊？怎么了？你干嘛突然停下？并非我终止施法，而是术法突然失效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呀？不错，这些骨蝶以灵力为食，一旦遇上灵气浓郁的活物，就会紧追不舍，直到把对方的灵力吞吃殆尽。
任你法术再强，没了灵力，就和赤手空拳没有差。走了，阿软和我作战都需一张灵力。你眼珠转来转去，在想什么呢？不信，不信就再试试，试到死心为止。本座会耐心等着的。法术真的使不出来，讨厌！怎么不动手？既然你们不动，那本座可就不客气了。是谁？夷则，仙女妹妹，我们来晚了，你们还好吧？幸亏你们及时赶到，多谢。这不可能，你们要烧了骨蝶，至少要接近他们，为何你们却是毫发无伤？这个呀，金刚力士二号之后，我的所有眼甲都装了镇灵仪，隔绝外界灵力干扰。刚才引火的是眼甲，不是我们。眼甲，又是眼甲。从前是谢衣，如今是你。可恨，可恨，可恨！你和我师父有过节。哼，当年沈夜泽土，老子样样强过谢衣。谢衣暗中动了什么手脚，竟让沈夜选了他？那嫉妒啊！若非如此，老子如今至少也该与同平起平坐。此仇不共戴天，若非谢衣已被沈夜杀了，老子定要他生不如死。换了我是那个大祭司，我也要选谢衣哥哥，至少每天看着不会生气。你说什么？我们急着赶路，没空陪你废话。你的骨蝶已经完蛋了，这一架你还打不打？哼，邪异之徒，你以为烧了骨蝶，老子就奈何不得你们了吗？当赤色新月降临，当死亡鼓起银色的灰埃，愿神照亮我的归途。这是一场对旧情人的土地报复的战争。不对，应该旧情敌。
木偶，快吃！一根头发都不要剩了，头发都不要剩了。怎么手起刀落？我快吃他们，一个头发都不要剩下。哎呀，木偶们吃了他们，一根头发都不要剩下。木偶们吃了他们，一根头发都不要剩下。你们竟能与老子战成平手？什么平手？这不可能！上次你们分明不堪一击，连神爷一招也接不下。是吗？可是我们的杀手锏还没出呢。啊！门人，按计划动手。这个眼甲是我按照师父的图谱做出来的，你看，相隔这么多年，你还是没能赢过我师父。一个呛！该死的小子，你比谢衣更该死！今天不杀了你，老子誓不为人！以骨肉为祭，以热血为饮。
起黑夜背后的巨门，再度苏醒吧，服从死亡的权杖与长鞭，啜饮燃烧的灵魂。那些蝴蝶又出来了，他竟以自身血肉为引，重新召出了蝴蝶。哎呀，糟糕，已经没有岩甲可用了，怎么办？快想办法。小子，这回看你还有什么歪门邪道。玩具用光了，力气没有了。不妙，我们先撤。什么？可恨，我的骨蝶！是谁捣乱？出来！何方妖人，在此以邪术作祟？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坏老子大事？小仙西妙华，阁下擅入星罗岩在先，动用邪术于后，若再不肯退去，便休怪小仙无礼了。扫兴，也罢，既然有人打岔，就先放你们一马。小子，算你走运，老子先走一步，咱们的账以后慢慢再算。还没分胜负你就想跑？回来。妙了个咪，等死我了。你受伤了，怎么不早说？只是伤口裂了点，没事儿。我灵力不够，操控四后本来就很勉强。方才他被打坏时，内部灵力增幅器碎了，灵力一下子逆流。灵力反噬，早知道会这样，我才不帮你用这招。可是我们赢了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我缓口气，马上就给你治伤。小仙法术微末，只能为诸位略减伤痛，诸位可好些了？咦，你的法术很厉害呀，比我都厉害。我也好多了，多谢。惭愧，小仙未能及早赶来，还望诸位莫怪。哪里哪里，要不是仙人帮忙，我们可就麻烦了。这儿不是说话之地，小仙居所就在前方不远处，请诸位随小仙来。我哪里得罪你了啊？两姨，这样不行啦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养死一次，羊开台就加一零分钟。哎，太困扰了吧，怎么一小时，怎么十分钟太便宜啊。3小时什么？太夸张了。基岩石太少了，拉氪金不好氪。氪金不好氪。因为我们是玩家，看到鹊桥就会想干掉他，所以不是得罪我们，这是本能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欸，如果真的要这样，那我以后就要准时收台，每次都被你们凹。我现在没有
没有什么加十分钟，还不是常常被你们凹，还敢说？你们收台，然后就为什么小孩子才睡觉？雀条龟苓应该要喷宝啊，宝物里。宝物。我哪有？连那些打小孩子才睡觉的，给我出来面对哦！什么搞？罗马？哈？什么？觉得你不是要克制了吗？怎么突然间大家又开始热情起来了？可以不用这么热情，没有关系了。看来这只也活不过今天呢。What？ 让它活过去吧，大家，我知道大家最善良了。我活太久，而且刚重生，刚刚才重生没多久而已。人善被人欺。是要被打死的朋友呢？早起的羊儿，为什么这俗话哪边怪怪的？马善被人骑。What？ 什么善良？反了吧！善良的蠢羊被观众霸凌，这样才对啊！太湿了吧！什么？我明明就是我被你们霸凌哦！因为那句话在一下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什么享受？我没有享受啊！真的没有在爽，我真的没有在爽，救命！
这耳朵是不是坏了？觉得羊再爽的请打加一。什么加什么加啊，我真的没有再爽啊。哦我的天哪，加一加什么一，先预祝蠢羊2019新年快乐啊，谢谢秀宇啊，至于加一就不用特别加一了。为了气垫，为了吾皇泥路，为了台湾罗马的市民，继续砍蠢羊。为什么为什么，蠢羊不死台湾不会好。不会不会，我跟你讲，不管我死不死，台湾还是一样存在的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这么重要啊。我终于快要走到剧情了吗？太感人了。哦，我终于走出来了。跨年要吃羊肉砍。不好吧。到了，这里不有结界，那人应当发现不了，诸位可暂时放心。嗯，谢谢你。那个，请问你是这儿的山神吗？山神？不，实不相瞒，小仙乃天台灵虚中人。天台灵虚，在下夏一哲。剩2640大家加油。素闻灵虚白云先生座下有一位西姓散仙，精善岐黄之术，悬壶以济苍生，莫非正是阁下？惭愧，正是小仙。既是修仙同道，夏公子也不必拘礼了。仙人？可是我不记得你啊，是后来才成仙的吗？此地凶煞浊恶，并不适宜修炼，不知前辈为何结庐于此？实不相瞒，小仙仰慕神农大神医术，故而在人界寻觅大神遗踪。此地乃是上古神农封印凶兽之处，多年前小仙来到此地，某人表示小七点出得去，小仙只得留下，风口毕竟得来，如此观众们发大财，也好略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原来这儿真有神农封印，看来通天之气读到的是真的。那请问仙人，封印里是不是有一把上古神剑的碎片？上古神剑就是神剑昭明。事情是这样的，
论谢衣还是他徒弟，全都可恨可恨可恨啊！可恶，魔王快要开始反噬了，得想些法子恢复些灵力，马上回流月城去。只要去找沈夜，他一定有法子制住这些魔偶。喂，你啊，有人？对，是我叫你。我问你，你还有什么心愿吗？莫名其妙，老子从来想说便说，想做便做，有啥好怨的？蠢货，别挡路。没有吗？啊，忘了说，你就要死了。啊！看老子有伤在身，你打算趁人之危？这术法，哎呀，看我这坏脾气，我又手抖了。你究竟谁？这脾气也太坏了吧！让老子看看。再会，贪狼大人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怎么会？是你？老子不甘心，老子凭什么永远被压住一头？凭什么？方才若是老子许了愿，你会替老子完成吗？不会，随便问问。杀了我，求你，快杀了我！谢衣跟大祭司一定有一腿，他跟很多人我觉得都有一腿。主人死去，魔偶便也消失了吗？倒也省事。常人若是得知自己将死，往往会许下许多愿望，简直就像一生都活在遗憾之中。而他却，奇怪，竟遇到一个和我一样没有心愿的人。原来如此，当真辛苦你们了。只不过小仙在此多年却并未见过类似神剑之物，想来假若昭明真在此地，大约也只可能在神农封印之内。在封印里？那个封印在哪儿？就在那里。不过那封印里镇压着一只火属凶兽，你们该不会打算进去？除了封印，这附近可还有其他上古之物？似乎没有。不过若你们能稍等一段时日，小仙倒可以带你们四处查找看看。不行，没有时间了，流月城祭司随时可能出现。目前来看，昭明碎片在封印里的可能性很大，我觉得可以进去看看，你们呢？可是既然封印里有凶兽，这么贸然进去真的没事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既然来了便不妨一试。我也是。好，那咱们先去看了再说。你们当真要去？封印之内凶多吉少，你们想明白了。前辈见谅，
眼下情形实在已是别无他途，前辈可否放我等进去？此时关系甚大，小仙冒昧，不知可否施术以窥诸位心绪，以免日后烦扰。当然可以，尽管来吧。果然正如诸位所言，刘月成行事残酷，诸位乃是替天行道，小仙本该与你们同去，只是仙有仙规，仙人若是擅入上古诸神封印之处，必受天条严惩，小仙惭愧。阿软，刚才那个那是什么声音？阮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方才有东西从我眼前闪过去。什么？封印内凶多吉少，我也想去。什么东西？莫非你又想起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方才那是凶兽正在挣扎咆哮，若是姑娘害怕，不如就随小仙在此等候。仙人说的对，仙女妹妹，既然你不舒服，不如就在这儿等着吧。我没事，只是胸口有点闷，我一定要去，不然的话你们受伤谁来治呢？不成，还是太危险了，不如小仙去封印外乡后，这样若有万一，起码还有人接应。多谢七姐妹，只是阮姑娘，我真的没关系，刘月城的人说不定马上就回来，怎么能为这点小事耽误功夫呢？那我们还是先往封印进发，仙女妹妹别硬撑，不舒服随时告诉大家。嗯，我知道，我可以的，大家别担心。九，就好了，我不用出手啊。对，我没有关系的，我不要紧的，给一泽就好，让他表现。我的直觉让我觉得之后会打席前辈。战斗中自动恢复技能，胜利时恢复精跟神。这回事哦，没有这回事哦。
我的直觉告诉现在要打蠢羊。哈，没有人称这个直觉怪怪的哦。我的第一次给了羊了。可以不用形容的这么这个很容易让人家误会的。对对对，我刚刚看广告拿到两点，我的弹药有更多了。哇哇哇哦！我们可以用在别的频道上面啊，不一定要执着这个频道啊。对啊对啊，给蠢羊多一点机会，让他活到明年嘛。不用这样了啊，不用这样了。能打多少是多少，我会加油的。啊、不用，不用在这种地方努力呀、啊。对，真的，真的不用在这种地方努力。啊，你不要再一单了，你不要再一单了，谁快点去阻止居恩了。活到明年，你还在睡？怎么还在睡？给个机会嘛，给个机会啊！我刚刚看广告，也拿到了不少，该是贡献伤害的时候了。哈？你们不用奉献在这个频道吧？我的天！你不知道现在是公主公会战时间，所以他们拿小起点打王啊。这给羊一个死的机会。什么死的机会？原来是工会战啊，大家快上啊。这什么工会战？这个不用参加这种工会战也没有关系。像宫口羊死好死满啊，不要这样啊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啊，救命哦。羊你看啊，你的死兆星在闪烁啊。 What？ 不是说好不要再刻了吗？来，剩下靠各位，一刀一刀慢慢砍。不是说不要再刻了吗？快，我开放租借五星泳装朱熹跟五星真情，大家快剁掉羊。阿星波浪符，接力接力，接什么力呀、啊？死去，给个机会啊！活到明天不好吗？救命啊！多砍一下。砍怎么砍？不好，都不好。
明年压力大，氪金压压惊。啊，这可以用在更好的消费上啊，然后也可以爱惜存羊，这样不好吗？这样不好吗？你想要几个机会？我想要有可以活到明年的机会。所以在这剩下为数不多的血量，请大家手下留情吧。好吗？手下留情哦。我想让羊开台到半夜三点。什么？死吧！啊，真的死了啦！快点尾刀的，还有额外奖励，快点打掉！就是你呀、啊，雪伦大大！去死！可以不要叫我去死吗？这心情很复杂。死去！真的死去了，真的死去了。杨梅死一次就开台加半小时如何？半小时哦，我今天是有打算会开晚一点，可是半小时是不是？我们要以12点开始算哦。雪伦大大杀得好，我们要以12点开始算哦，这样的话我今天就是开到1点哦。恭喜雪伦大大。不要一边打蠢呀，一边恭喜雪人大大。恭喜雪伦大大。好了，不要再谢他了。恭喜雪伦大大。到底要恭喜几次啊？羊，这只你希望可以活多久？这，我这，居然你是起笑是不是啊？你是起笑是不是、啊？恭喜雪伦大大！好，我所以一直在恭喜，为什么大家在恭喜雪伦大大？我看到蠢羊已经死了。你不知道我专业在公主尾刀工会王。我这，我怎么觉得我寿命越来越短？好，那先加半小时了。一点半，哦，头好痛。一点半。赞 GN。哦。感谢基恩大大。哦天啊，觉得你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你这样下去太夸张了，好不好？太夸张了，我头冒汗了。坐起来。反正我都是2点睡。2点睡也不是这样，不是吧？你是在预告吗？你现在是在预告的意思吗？ Excuse me。 冒汗开冷气啊。不是，
天气很冷，这个，然后在天气冷的时候冒冷汗是一件非常豆叶痛的问题。早餐还有机会哦。怎么有什么机会？怎么说好一起看日出？高柔，你们到了，此处便是封印入口。这法术真好，速成8888，好舒服啊！这个就不用凑了，好不好？为恢复气力，请切记，一定放轻脚步，千万莫要惊动那凶兽。对了，小仙这儿有些安神药粉，你们入洞之后，将药粉四处撒开，靠你们了。如此，我荷包有点紧，凶兽所以只能这样。太好了，凑一点，多谢仙人。小仙还有一事需得嘱托，神农封印毕竟年月已久，有些松动，诸位当心，尽量不要冲撞封印枢纽，否则万一封印溃散，后果难以预料。封印枢纽，它长什么样子？它浮在封印正上方。我现在换手机看笑到手机拿不稳了。等你们进去之后，自然就知道。给我接好手机。多谢前辈指点，我等自当谨慎。阮姑娘，你是否留在此地等待？不要，我们一起来的，当然要一起进去啊。那请姑娘紧跟在下，咕噜莫要走远。诺。啊，咕噜林波。我知道了。寒气，这是千年玄冰冰蟹吗？那火属凶兽善遇烈火，有此玄冰冰蟹护体，可略减你们烈火灼烧之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这就走了。仙人，你也多加小心。去吧，若硬拼不过，就立即折转回来，慢慢再做计较。今年能多砍一刀是一刀。别再砍啦，我再砍。封印之中。